小声细谢，子梅梅，我叫魏远道。咱们虽然萍水相逢，但是每次见面都能喜笑言声，你叫我声大哥吧。王八，大王八。真正的强者，越不会无邪，不但是武艺超群，能够一身除茧，更是希望天下无愧于心。没事，你好呀。谁啊？很久没有这么热闹过了，真是越来越荒唐。还打不打？话多。竟然是什么两寸金石啊！